Hello， 早晨。咁而家咧就到咗码头，咁就等紧上嗰个船咧出去美人鱼岛嘅酒店啦。要将我哋啲行李先摆咗上船先，等紧上船嘅期间咧，就发现咧，原来呢度有好多蟹仔喎，好多唔同嘅蟹仔，但系咧留意到佢全部单臂喎，唔知咪发育紧，出咗一只杠先，再出另外一只杠嘅，单臂，睇唔睇到啊？放大俾大家睇下先，跟住再睇下。其实好多噶，喐紧嗰啲就系啦，爬。开咗船啦，咁而家咧俾大家睇下咧船出边嘅环境先。大概咧要坐45分钟嘅船程先到嗰个美人鱼岛嘅酒店嘅。咁佢都講啦，即係頭先都講，有45分鐘咧，佢就要我哋要求我哋都每個人咧著救生衣啦、life jacket， 同埋就盡量即係唔好企起身啦。希望呢個天氣保持住咁好咧。好，落船咯，到咗咯。好，我哋望下前面先。我哋就咁样上船噶啦。哇，你睇下啲水几清啊！Okay， 我哋要睇聽佢講嘢。美人鱼岛到咗啦，好睇住。哇！啲沙真系白色噶，啲沙睇到系白色嘅。哇！呢度开始咧，睇到有唔同嘅屋啊。而家應該去帶我哋去 lobby 哇！我哋一路跟住行嘅。今次同香港朋友嚟，我都係第一次嚟嘅。呢個美人魚島都係第一次嚟。呢度啲人同我講咧，即係 KK 沙巴人同我講話呢個島咧好靚啦，白色嘅沙啦，跟住又有魚睇啦，好多唔同嘅魚，睇下有冇機會睇到先。同埋有很多水上活動啊！嗯，哇！頭先英文呢度中文喎，嗱有獨木舟啦，有得我潛水添啊！呢度。耶！咁咧，我哋今日第一餐咧就喺呢一个岛上面嘅呢一间咧，系啦，坐咗喺楼上啦，度食嘢 enjoy 下嘅。咁咧，我哋嗌咗呢一个咧就系fish and chips 啦，咁嚟到呢个岛上梗食呢一个啦。咁另外咧就呢个嘅试过呢个炒豆阿南面，有只煎蛋喺上面，好似好正啊。跟住咧就配鸡肉，因为咧我食咗几餐海鲜啊，咁所以想配下鸡肉。咁咧呢一餐咧就系我今朝早6:30到而家。已經差不多11點了的第一餐，所以我們決定比 I 豐富一點。好了，我們開餐了。你看這個環境是不是很正，我想這些會特別好吃，這兩個的食物
都特別好吃，咁我的朋友已經急不及待有啲出咗去潛水啦，有啲浮潛啦，我哋陣間都會出去影下嘅，咁靚嘅環境唔好嘥咗啊！睇下呢個 resort 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咧食完我哋呢個 brunch 後咧，就時間啱好啦，就可以嚟攞房啦。咁我哋就咧今晚住呢一間房嘅，入去睇下先，同大家即時拍翻個 room tour 先。快过嚟！我要同大家一起睇下呢间房先。入嚟啦，哇！开翻道门先，哇！佢已经开定冷气咯，哇！呢个位置真系好正喎，好值得赞喎。佢已经入到嚟咧，其实已经咧开定冷气有凉意啦。咁咧一入嚟啦，话俾大家听先，這個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厅啦，系啦。咁都算好大间啦，同埋我中意咧，我住呢啲木屋，木屋好得意啊，佢啲木有阵味噶，好舒服噶。咁呢个我哋系king bed 啦 ，king size 嘅，就住呢间啦咁啊，跟住咧，有行到呢度啦，咁呢度当然咧就系啦，沐浴啊淋浴间嘅位置啦，跟住呢度就系洗手间冲凉，我个楼底都好高喎，同埋我中意咁样三角形嘅小屋，跟住呢度就有个衣帽间。即系可以歇翻阵先，跟住就换衫，就出去海滩行下咯。咁就一路行去餐厅，同埋行去呢一个嘅酒店嘅时候咧，就拍下俾大家睇下先，同我一起行过去。咁酒店呢一度咧，都可以睇到咧呢一個成個美人魚島嘅一個 map 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喺呢度嘅，咁呢度你睇到就可以玩咧獨木舟啦、餐廳地方。咁佢咧呢啲咧每一個地點啦、景點咧都係可以你去玩一啲活動啦，例如喺呢度潛水啦嘅聖地啦，咁你可以跟翻呢個指示咧係落翻去潛水嘅。咁都會有咧到時咧有潛水教練咧同你哋一齊落去嘅。哇！啲人去蛙艇啊，開始呢個三點至五點係蛙艇活動。呢、这个就是蛙艇啦，无边际的沙滩，我哋又嚟啦，行下先呢、这个。啊，睇下海浪声几舒服。而家最舒服呢个钟数咧又唔系好晒啦，跟住有啲海风吹啦，真系好正啊，感觉非常好。我哋一准备去放航拍，无人机。头先见到有人玩蛙艇，系之前都有。玩過，如果陣間放完航拍有時間就玩啦，冇就算啦，冇辦法，因為真係好難得遇到咁好嘅天氣啊嘛。之前嗰兩三日都仲係落雨、大風，咁而家要唔好嘥咗啲天氣同埋咁靚嘅環境，一定要影低佢，影低佢。好，我哋而家去放航拍，耶、yeah!！美人魚島全名就叫做曼塔拿尼島 Mantanani Island， 咁咧佢係有三個嘅島嶼嘅，咁而美人魚島咧就係位於咧亞比市嘅北邊，係 Kota Balu 嘅外海，坐船咧大概40分鐘到，而美人魚島咧已經開發咗咧20個潛水點噶啦，咁咧就吸引咗好多初學啦或者經驗豐富嘅潛水人士。而美人魚島水下面的生物亦都很多，超過200種以上，有娃娃魚、海馬、海龍等等，也都有一些特色的小生物，例如獅子魚、八爪魚、玻璃魚和貴族蝦等等。用這個角度去跟大家一起看這個美人魚島，就會看到美人魚島有一個很白的白色沙灘和水清沙油。用水清沙幼去形容美人魚島真是最適合不過了。你看看，還開始看完這個日落景，真的很漂亮啊。
濕曬啊！啱啱落雨嘅時候咧，就趕得切翻嚟，不過都濕曬啦，但係都好開心，因為咧已經咧係影到啲航拍啦，拍到咧先開始落雨，不過就玩唔到原本想玩嘅水上活動啦，例如係划艇仔啊，再去浮潛下就玩唔到咯。唔緊要啦，等下次啦，因為我哋而家都係要長住啊嘛，下次再去唔同嘅島或者翻返嚟島都得噶。好，咁而家就晚饭时间啦，咁咧呢度都包埋晚餐嘅，咁佢就有呢一个嘅 A B 鲜鸡汤，咁跟住咧有白饭，咁咧你就会问啦，咦，点解冇 main course？ 原来喺度嘅，因为咧个主菜咧系 serve 俾我哋嘅，咁今晚就有呢啲送菜啦，系啦，咁听日食早餐地方都喺呢度。好，咁个环境就咁嘅，呢个系室内嘅餐厅，系啦，咁可以坐出边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埋位坐低等啦。话咁快就到咗啦，头先咧影俾大家睇餸咧，翻到嚟埋位咧已经有啦，有齐啦。咁 plan 一 plan 俾大家睇下啦，有咩餸啦。咁呢个应该系玉子豆腐西兰花啦。咁隔篱嘅呢个咧就蒸鱼，跟住就炒杂菜。跟住同埋有雞嘅，好開飯。哇！食飽飯行下先，好大風，好舒服啊！冇落雨就好舒服啊！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出埋啊！月下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哦，劲啊劲，厉害厉害，笨丽笨丽。咁今朝咧就嚟呢度食早餐啦，食完早餐就 check out， 咁啊睇下早餐有啲咩食先。咁咧都系呢个嘅餐厅啦。出島都是咁樣噶啦，嗰啲酒店咧，個餐廳都係唔多嘅。咁而家我斟杯咖啡飲下先，跟住好睇下，俾大家睇下咩食嘢食先。早餐呢個係粥啦，跟住有啲配料，跟住有炒面，佢寫住炒黃面啊 ，fried yellow noodle， 跟住有一啲嘅蝦餃，哦乜嘢佢話燒賣嚟嘅，佢話有蝦嘅個肉。跟住咧，又有呢啲係蒸包，跟住有一個 refill 緊，呢啲係嘅腸仔，跟住有焗豆、雜蛋，最後就麵包啦。我頭先好似見到佢 refill 緊啫，應該好似又咪有薯餅咧。食完早餐啦，出嚟行下先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哇，對正個神山噶，對正個海啊！俾大家睇下我呢個角度望出去，我望住啲咩？正，係咪望唔望到啊？大家，哇！啲椰樹嘅中間就係個海，再望出啲就係個山，真係好舒服。呢度呢個位置又陰陰涼涼咁樣，真係好易會瞓著，正。咁呢一個美人魚島咧，就嚟咗兩日一夜，咁咧都好感恩啦，因為咧個天氣都好好啦，都淨係咧即係傍晚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玩曬所有嘢啦，我啲朋友玩曬所有水上活動啦，我又拍曬嘢啦，咁先嚟落雨，咁都好感恩啦。咁而今朝早咧，又咧有個咁靚嘅天氣，又睇到少少嘅日出，咁又食咗呢個咁豐富啦嘅早餐，仲有啲貓貓狗狗圍住啊，我哋嘅好搞笑啊！食早餐嘅時候，
咁呢個島咧都真係俾人感覺好舒服，同埋咧嗰啲沙咧都係好白啦，都好適合咧，即係玩好多水上活動啊、潛水啊、浮潛嘅。咁睇下下一次咧，又會去邊一個島去玩一下、拍一下俾大家 share 下先。最後咧，我會帶大家行埋出去睇咁靚嘅海灘啦，近距離影俾大家睇下先。呢度就是玩潛水上船落船的地方。神山是不是那個在雲裡面那個？今天這麼好陽光，這麼好天氣啊，耶、yeah, 好啊，先拍照，先拍張照打卡先。我們現在離開美人魚島了，上船囉，拜拜，相信很快會再來的，拜拜。好，另外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，看看我們下次去哪裡，我們下次見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